就这样结束，人生路许多苦，因为有你不孤独，很幸福，一起期待的日出，很幸福，有你陪伴的寒暑。往事再回顾，未来永不落幕，献上我最真的祝福，展望前程长路，哪怕现实残酷，别任命运将你束缚，希望你琼文，你想哪？琼文，有酒，你进来呀！琼文，琼文哪来啦？我忙猜下嘞。琼文，你明天啊，爸你家哈。阿亮。你看像我老公老干呢，整件衫拢湿的，你先出去，我替伊换一个衫，想说替伊试一下身躯，哈。好啦，那我打电话陈医师，好，门口卖什么情形哈？嘿，陈医师哦，我是张琼文爸爸啦，歹势呢，这么早打电话给你调了。琼文哦，全区起码拢有抽筋，还佫流清汗啦，现在哪会安尼哈？哦，那安尼爱搁倒来病院做检查，我才会知影是啥物情形哦。阿姨，若继续安尼，我应该安怎做较好啊？哦，伊予琼文侧躺，或者是头侧一边嘛是会用的。啊，喘气爱顺，一定爱有人伫咧伊个身躯边甲照顾，啊，确定伊个安全哦。陈医师啊，啊，琼文安尼颈骨抽筋，必须盖头盖骨，敢会去影响哈？盖头盖骨就是表示讲咱脑部的手术真顺利啦，啊嘛表示讲吼特别愈合啊。伫咧手术进前，我会阁做一挂检查。张先生，你先莫遐烦恼吼。陈医师，你是琼文的救命恩人，我完全会当信任你啦。后礼拜我会准时带琼文转去病院动手术，到时阵才拜托你哈。好，莫安尼讲，莫安尼讲。好，谢谢吼。阿亮啊，阿陈医师是安怎讲啊？医生讲，像后礼拜要动手术的时阵，需要做检查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感谢菩萨，会当保庇阮像阮即个顺利来完成手术，也希望即个手术会当成功，好身体较早好起来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张先生，陈医师，琼文的手术真成功，你会当免烦恼啊。我想讲，亲像你厝内底过外时间吼，伊个脚仔手拢会揪起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个人咧抽筋，我看伊妈妈是真烦恼啦。啊，看起来我是想伤济啊啦吼。一直拢倒伫个眠床无振动哦，萎缩是一定会的啦。即马若等伤口愈合了后，就会当去复健医院接受专业的矫正治疗啊。
啊，另外，琼文的一定丢筋的原因，是因为伊即马老婆内底有无正常的放电，所引起的癫痫。啊对，那是需要什么复健的资料，会当去社工室问看麦。好、哦，陈医师，非常感谢你。丁先生，卖再客气啦。啊，无我来去寻其他的病房啊。感恩哈。妈妈，咱干那两个人，你还剩遐济菜？这段时间哦，妈妈拢无好好替你剩一顿食的，感觉对你足袂得过。来来来，咱去，来坐下吼，紧吃。嗯，加食一寡来，紧吃。怎麼不好吃？不是，只是感覺爸爸跟姐姐都沒在的，就沒關係。方斌啊，你聽媽媽說，事情既然遇到了，我們要勇敢面對，想辦法去解決。不管多艱苦，妈妈相信总有一天，所有的代志拢会过去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对啊，今仔爸爸有打电话回来讲吼，姐姐手术足成功的哦。嗯，这届手术是姐姐手术最后一届，希望以后所有一切拢会当顺顺利利。啊，你敢无替姐姐感觉欢喜哦？阿嬤，我明仔载還有模擬考，我先去看一下。啊，你怎麼吃這麼少啦？我吃不下了。方斌啊，方斌！喂，阿亮，安怎？心情有发生什麼變化？無啦，情緒真好。你不用烦恼啦，我打电话你主要是要跟你讲，我电器行的生意决定要甲结束起来。阿亮啊，啊，你哪会雄雄做这个决定？你是为了？我感觉心心心意去做一件代志，赢过分心做两项代志。正言法师给我真大信念，就是爱用心。所以我决定，我要给我用心来照顾琼文，我嘛相信一定会好起来。你为了照顾琼文，甘愿牺牲自己的事业，你放心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永远拢支持你。你的付出，我相信，我相信琼文一定感受得到。有救。你伫别人面头前，拢表现得真坚强。我知影你安尼做，是因为无想要你家己倒落去，变成我的负担。你为这家庭的付出，我拢感受会到的。等秋分康复较好以后，就要开始做复健了，这条路还阁真长呢，咱一定要继续走落去。我知，我知，我知，
去哪里玩，你打扰我去哦。好，打勾勾。一言为定。姐姐，你这么爱运动，没有对你来说情何以堪啊？还有我们的旅游约定啊，还会实现吗？在主席病院的推荐，我找到强文结束三个月外厝内底的生活，搬到福建病院，断医治疗。强文，今仔日就要开始福建啦。这个所在你感觉安怎？袂歹吼，要加油哦！爸爸相信哦，你我做同心搁徛起来，咱做伙打拼，吼、今嘛，甲你小叮当一下啊，哈！来啊！你是张爸爸吧？啊，我先看一下崇文的状况，再来帮他安排复健疗程。好。崇文，来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叫啊？这是痛的直觉反应，张爸爸不用担心。复健师啊，他这样子是不是痛的程度是很痛吗？张爸爸，做复健千万不可以心软，这样琼文才会好得比较快。做复健疗程就是要做得彻底才会有效，以后你也可以按照我的方式做，等他手脚比较软了，就可以使用复健辅具。来，方斌，妈妈，六姑姐，我家小杨哈。对啦，啊！你放假的时阵要跟妈妈去台中看姐姐无？我国国外话就要毕业啊，我想要加看一点仔册，准备通注册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嘛是啦，考注册较重要。你紧食哦，哈。妈妈，你希望感觉姐姐同款？嗯？无啦，无代志。妈妈晚安。晚安，他小跟你讲哈。不管妈妈是不是和姐姐一样希望我考进武林高中，我真的没办法。
会啊。爸爸这段时间，拢在顾琼文，无去关心小陈的代志。爸爸答应你的代志，到即马拢未做甲到。爸爸实在做对不起你，你都要原谅爸爸。爸爸拜托你，你一定要好好保庇祖母，好伊过得更好些。我拜托你，不是爸爸我老用，老婆我保护你，不是爸爸我老用。考到妈祖高中，我想要去外岛学习独立。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想要进前无敢参详？妈妈，我会好好照顾家己，袂让你烦恼啦。恁爸爸敢知影？我未甲爸爸讲。方兵，你也知影，外岛不比咱台湾哦。真侪人做兵拢行跳到外岛，你竟然想要走遐读册，我袂答应啦。恁爸爸同款嘛袂答应啦。风兵来看你哦，风兵啊，林弟弟呢？你知影吼？是什么代志？赶紧跟爸爸讲。我无法度，面对姐姐安尼，
我的心都疼，我的心都就疼就艰苦，根本无多讲话。我真是不敢来看伊。方斌，将军袂听呢，我爸爸在甲顾你，我嘛看到伊的转变，一定会慢慢啊变好的。方斌，林姐姐出代志以后，爸爸就较无时间伫咧身躯边看顾你。今日毕业典礼，我若无倒去参加，爸爸感觉就更伤，拢无尽到一个做爸爸的责任。爸爸，你无唔对，照顾姐姐较要紧。在我给姐姐心目中，另外是我爸爸。爸爸听你讲这话，我就欢喜。你大汉啊，较坚强的，啊，所以，咱人生在世时阵，都爱把握着这个姻缘。姻缘若过去啊，嘛都袂有啊。就讲亲像你即摆想要去妈祖读册同款，你若想要去，你就去。这是你家己做个决定。啊，不过爸爸要甲你讲，伊也毋管发生任何代志，拢袂用个后悔。爸爸，多谢你。啊，家己的水豚啉一挂水，来接袂干干哦，吼。水豚超好看的哦，是不是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？那是要你去念几句给爸爸听啊？
你去啊！你总是跟我去啊！请过来啊，嘉欣来啊！哦，好，我会甲方明讲，阮做伙来看伊吼。方明，爸爸打电话讲，姐姐请过来啊。姐姐已经请过来啊，这敢嘉欣的？当然是嘉欣的啊。姐请过来，姐请过来。琼恩，我哪知影你早晚会醒过来？我嘛总算等到这一天啊！琼恩，爱恁的妈妈吗？姐姐，你睡了好长的觉，我们等好久、哦。那个和你打不过的约定，我没有做到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没有办法面对姐姐，所以我决定。我要一个人到外岛念书，等我能原谅自己的时候再回来。我相信到那个时候，姐姐也一定会原谅我吧。姐姐，你的手变嫩了，一定是因为都躺在床上偷懒的关系。以前每年过年都是你一个人在家里大扫除，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大扫家里。原来一个人大扫起来这么累，我以前都不知道。姐姐，你要赶快好起来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偷懒。明年我要跟你一起大扫家里。你要加油，早就恢复健康哦。对，看，姐姐，我把你最喜欢的含羞草带来喽。你告诉过我，要像含羞草一样，遇到挫折，暂时忍耐，等待适当的时机，再重新开始。我没有忘记，我把它带来陪你了。记得要加油，要快点好起来。方便多阿爸代志啊！我是想袂到，你哪会已经答应伊，让伊去马祖读册啊？囡仔大汉啊，有伊家己的想法。
伊要做啥物代志，咱也无法度替伊决定。就敢参与鸟仔同款，伊甲电脑上班，伊会真艰苦。啊，放伊飞，要飞偌远，只要伊自在快乐就好啊。啊，毋过，我就是毋甘这囡仔，只咧一个离开咱的身躯边啊。封兵飞往马祖后，琼文也积极展开复健之路。看着他的手脚慢慢变得灵活，也更有力量，我比谁都高兴。爸吼，把海小草压水，啊，让伊较紧大汉。以后开花哦，才会水哦，啊。是我没想到，当琼文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，真正的困难才要开始。我一路陪着他，却不能代替他的痛，让我深感无奈与不舍。这段期间是琼文最痛苦的阶段，我好像陪着他重新再成长一次。爸知道做这件事情，不过要勇敢。好不好？过一摆就好，过一摆，过一摆，好啦，过一摆嘛，安尼较紧好啊。过一摆，好。你无想要较紧好诶吗？你毋想要较紧好，吼？过一摆，好啊，我不要等你啊，吼。好啦，来，卡出来了。爱起来！
琼文，爸爸知影你无喜欢去福建市，因为你感觉迄个所在亲像地狱，对无？我既然地狱都已经去过啊，你有啥物所在你毋敢去？我敢讲你要坐轮椅，和爸爸杀一世人。真是啊，弟弟啊，都要较吃点重的，车都较早骑起来啊。来附近耍无？琼文，你会记得无？你细汉时阵，爸爸妈妈定来带你出外口佚佗。你有甲爸爸讲，讲你上喜欢海。这海边有水无？有。爸爸嘛有答应你，等你醒的时阵，我会带你来海边行行看看咧。琼文，啊，无咱今仔日伫个沙滩遮做福建好无？行哈。来，过来。标就是他今天海球场，好吧？好，来啊！阿雷，爸爸起码要帮手啊！好。我来，无要紧。
不要紧嘛，我要试一下看看。哎，干嘛？爸爸，快放手啊！看是无紧，对。你听嘛，安尼你就要靠你家己，家己开开哦。哎，爸爸，你头前等你。加油！看是无紧，家己徛起来，来。你力量，你行到位啊！以后你都免坐轮椅啊嘞。啊！啊！请我做狗啊！请我做狗啊！爸爸干嘛做狗啊？比较较好啦。谢谢你们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是嘉文跟书凡耶。这样啊，你就不会再忘记我们啦。今天送给明定，这个是你爸爸妈妈，这个都是你。姑姑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啊。那为什么阿妈不要我，妈妈也不要我，好像我是这世界上多余的？我一路流向天边，生命的际遇如此多变，或许一切只能随缘。就像一朵随风飘逝的浮云，瞬息万变。
曲诗歌的共鸣，又是高亢又是低吟，我一路飞向黑夜，我一路唱到天明，生命的过程一如幻影，其实平凡就